云连成般拱出山的轮廓，又缓缓把夕阳压下。余晖斜逆空谷岩壁，从紫金向后退换成灰黑的断崖。我坐在西瓜寮门口，用发梢猜测黑夜浓度。云以俄语向风说明，黑夜不是前面急速笼罩，刚开始只是一点墨汁溃散，从山谷深处绽放，转身向出海口缓缓走去。越过海峡，在另一个岛的灯塔亮时，黑夜正是在那儿站定，向四周撒下密网。凝翠的星芒向网边锐利的尖刺。我坐在西瓜寮门口，用肩膀感觉露水重量，用眼眸指引灯塔和星。虽然黑已吞食了夜，但灯塔和星如鲠在喉，夜正在喘息。我听到数里外潮汐起伏着月牙。我坐在西瓜寮门口，肩膀垂下，露水很重，湿潮弄湿发梢，我是不是应该参加明天的游行？财团和农民都同时要求工地放林，农地自由买卖。演讲时要不要重复说明 GATT 和资本主义？游行的车辆到底该悬挂什么旗子？我问风，风去问云，而云里藏在黑夜的大衣里。我向黑夜指引，黑夜脱掉他的大衣，黑夜裸露地告诉我：“等待黎明吧。”而黎明已在瞳孔四周翻摆。下棋与下田，那两棵树直直站着，要伸向明天；而树影内弯，却是昨天的样子，仿佛只有一个人影在两棵树之间坐着，而太阳一斜下，就浮现了两个人。翁啊，在苦林树和加东树之间坐下来，斗笠挂在加东树枝上，像一个新竹的鸟巢。风吹斗笠，又是风筝带着他的头发飞扬。他影子被阳光斑点，装扮成一个迷彩装的小丑。我还记得他在树下和父亲下着暗棋，偶尔争执，远远听到一声干，又沉寂下来。然后他从口袋拿一张红色百元纸钞，我父亲笑嘻嘻的找还他50元硬币。父亲逝世一年后，一个应该是他们下棋的下午，翁啊喝农药自杀了。杀草剂像干枯着魔鬼藤的结芒根，从他的喉管、胃肠慢慢干枯着血管，就像3年前国家拿错了饮料罐，把和青草茶颜色一样的杀草剂一饮而尽。那时翁啊一边笑一边哭一边骂国家翁啊，如今换他的亲友一边哭一边骂他怎么那么翁哦。那是2002年夏天，我不能忘记的一年。加入 WT 后一年，我父亲去了，还留下200万债务。
而翁啊，除了欠我父亲十万，还欠农会150万。我父亲知道翁啊为什么突然自杀。仿佛到监狱探监一样。我记得小时候被母亲带着到牢房探望父亲，而测字应该是父亲来探望翁啊后，翁啊才跟他去了。还是翁啊提早要去探望父亲，并解释为什么还未还他钱。他俩已经清了这一世的业债。我仿佛看见他俩蹲在两棵菩提树之间。一面下棋，一面等待着一辆白牛车，载着他俩又往一个地方去下田插秧。